为小天地，货币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儿响叮当，我们滑雪多快乐，坐在雪橇上。嘿，哈哈哈哈，新年要来了。今年我有好多的礼物要送给聪明的、认识货币的小朋友们。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些货币吧。一张5元纸币，1、2、3、4、5，5个1元硬币。5元等于5个1元。一张10元纸币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0个1元硬币，10元等于10个1元。一张10元纸币，一张5元纸币，1、2、3、4、5，5个1元硬币，10元等于1个5元和5个1元，10元等于1个5元和5个1元。你记住了吗？咦，那里有2个小朋友，我要去考考他们够不够聪明。变！看，前面好热闹啊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嗯，好。哇哦，小朋友们快来了。我得变个身才行。变！哇，好漂亮的文具盒，我想买这个文具盒。嗯，是啊是啊，好漂亮，我也想要一个。叔叔，多少钱一个？这个文具盒8元钱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8个1元，8个1元等于8元。叔叔，给您钱。给。叔叔，还有我呢。我有1个5元和3个1元，5元等于1、2、3、4、5，5个1元，5元加上3元也是8元。给您钱。我还想要一盒水彩笔和1个图画本。水彩笔7元钱，图画本6元钱。1个7元，1个6元，我应该付多少钱呢？水彩笔7元，图画本6元，7元加上3元是10元，10元再加上3元是13元。所以我应该付13元，1个10元，3个1元，正好是13元。叔叔，我应该给您13元。给。我们再去那边看看吧。这2个小朋友很聪明啊，我得赶快到下一个摊位去考考他们。美味的蛋糕，快来看看喽！好香啊，好想吃个蛋糕。走吧走吧，我不想吃蛋糕。阿姨，我想要这个巧克力味的蛋糕。这个蛋糕6元钱。你给了我10元钱，那我应该找你多少钱呢？6元，我有1个10元纸币，应该找回多少钱呢？10元等于10个1元，用掉了6个1元硬币，应找回4个1元硬币。你应该找我4元钱。好聪明的孩子，给，这是找你的钱，这是蛋糕。谢谢阿姨。走，再到前面去看看。好。
哇，好香啊！叔叔，我想要个汉堡，给您钱。汉堡是12元钱，你给了我一个10元，一个5元，我应该找你多少钱呢？让我来算一算吧。我付了15元钱，汉堡是12元。10元和10元相减，5元和2元相减，10元减10元等于0元，5元等于5个1元，5元减去2元等于3元，0元加上3元还是3元，所以15元减去12元等于3元。叔叔，您应该找给我3元。哇哦，好厉害，是应该找3元。谢谢叔叔，再见。哎，小朋友们，请等一下。你们看看我是谁？圣诞老人，圣诞老人！小朋友们，圣诞快乐，新年快乐！这个口袋里装满了送给聪明的小朋友们的礼物，恭喜你们，聪明的孩子们！真的吗？谢谢你，谢谢你 ！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大家圣诞快乐，新年快乐！